Hello， 秋冬天呢还得是精华，欧莱雅的三款热门精华呢我都买来了，今天准备从肤感功效来做一个测评。首先呢是欧莱雅的黑精华，人称兰蔻小黑瓶的平替，适合20+姐妹想要维稳抗初老，里面含有98%的高纯度恶劣酵母，可以强韧肌底，促进胶原新生，性价比高，而且肤感清爽又好吸收，就很适合学生党入手的抗初老精华。接着呢就是黑金精华，适合25+想要高效抗老的姐妹，里面含有欧阳良家的贵妇级成分10%的玻色 Impro 加雪绒花精粹，这两成分加在一起，在别的品牌怎么着也得上千了吧？写出来呢是清爽的淡青质地，流动性强，推开之后很好吸收，属于肤感清爽又没有负担的那种。黑金精华呢是需要在掌心温热后再按压上脸。油皮也可以放心用。最后欧莱雅的驻白瓶，主打的是抗氧加美白，见效快，适合想要快速白白的姐妹。它挤出来呢是这种双管精华，内管有阿魏酸，外管有377+烟酰胺，涂开之后呢可能没有前面两款精华那么清爽，油皮姐妹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点的黏腻，干皮混合皮都可以放心冲。今天欧莱雅的三款热门精华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